立法院也就会有问题。那对不起，那我们既然同事，你知道，那我知道你是谁。我是。对。公报处哪一科？您总是有科吧？我是华视。你又说华视，我现在搞不懂。公报处下面的华视直播助理，可以吗？公报处底下有个华视直播助理。对啊，我只是一个小。你不要讲什么小不小，没有什么小不小的。你刚刚你大声什么啦？你凶什么？你凶什么啦？你可以放这些东西吗？我来。我的嗓门比较大，并不是我要去大声的。那我跟你讲，就是说你的状况呢？你呢是你应该是跟我们公报处是委任关系，或是你是劳动契约什么之类的？你并不是我们立法院直聘的员工哦。你现在的跟我们立法院之间的劳务关系应该是。劳务承揽，好，这是最糟糕一个不太好的情况。不然的话，你就是委外，好，你并不是我们直接雇用的员工，你应该不是用我们立法院什么好的。我觉得现在应该就请他们离开这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 ，OK， 我现在就是就请他们离开，这样就可以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，就是啊那个黄，没有，带回来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觉得你就不能够是冒充你是立法院的职员工，因为如果说你是立法院的职员工，你就一定有证件。好不好？现在就带他们离开就好了。不是，我只想先讲，因为他刚刚用立法院职工的身份进到我们的办公室里面。那我刚刚问，所以我们想要确认，因为他跟我亲手见过委员，然后拿委员什么这种。没有，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们，但我想说他们已经说了，就是。那是东西要收回去，或者是？我就收回去可以，收回去可以。这样不接受了，因为也是退给他们。但我觉得之后就不要再用私人身份进到我们立法院，因为我们是有管制的。我觉得这样就没什么问题。不要让我们这样做。好的，谁要拍谁要拍。他不要好了。最近那个什么？为什么要冒犯？我没有冒犯。我想请问你为什么要冒犯？好 ，OK。为什么你拿记给记者给警察进来的时候是拿着记者证，然后到会议柜台的时候是说你是公报处，然后进我们办公室又说你是私人的？为什么七个字要三个身份？我没有骗警察。为什么你要骗警察？为什么你要骗警察？为什么你要骗警察？你都要做三次，你会害本院的警察。你别再麻烦你就睡，这样子。公报处哪一科？您总是有科吧？我是华视。你又说华视，我现在搞不懂。公报处下面的华视直播助理，可以吗？请不要为难我。公报处底下有个华视直播助理。对啊，我只是一个小的。你不要讲什么小不小，没有什么小不小的。好。你大声什么啦？你凶什么？你凶什么？没有，我可以放这些东西吗？我的嗓门比较大，并不是我要去大声的。那我跟你讲，就是说你的状况呢？你应该是跟我们公报处是委任关系，或是你是劳动契约什么之类的？你并不是我们立法院直聘的员工哦。你现在的跟我们立法院之间的劳务关系应该是。劳务承揽，好，这是最糟糕一个不太好的情况。不然的话，你就是委外，好，你并不是我们直接雇用的员工，你应该不是用我们立法院什么。我觉得现在应该就请他们离开这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 ，OK， 我现在就是就请他们离开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，就是啊那个黄，没有，我跟你讲。你就不能够是冒充你是立法院的职员工，因为如果说你是立法院职员工，你就一定有证件，好不好？现在就带他们离开就好了。我想先讲，因为他刚刚用立法院职工的身份进到我们的办公室里面，对。那我刚问，所以我们小学跟他跟我亲手见过委员，然后拿委员什么的。没有，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们，但我想说他们已经说了，可能就是。那就东西要收回去，我东西好，我东西收回来，人家不接受了。我东西收回来，不接受我就收回来。
但是请不要再问我其他的问题。好了，但我觉得之后就不要再用私人身份进到我们立法院，因为我们是有管制的。我觉得这样就没什么问题。不要让我们政府来做。那不要还没有了。请问你为什么要冒充别人身份？我没有冒充别人的身份，请问你是谁？我也想请问你为什么要冒充别人身份？为什么你拿记给记者给警察进来的时候是拿的记者证，然后到柜头柜台的时候是说你是公报处，然后进我们办公室又说你是私人的？对，为什么你要骗警察？为什么你要骗警察？我没有骗警察。你为什么你要骗警察？为什么你要骗警察？为什么你要骗警察？很重要，说三次，你会害本院的警察被记申诫。